啊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明明已经删了这个视频啊，按理说这视频应该消失了才对啊。好吧，既然进来了，不妨告诉你，在这个视频里面有一个隐藏门，只有集齐视频中散落的三颗宝石才能打开隐藏门，通向真正的视频。但是宝石隐藏在视频的各个角落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齐的，所以你想怎么回放视频都可以，找到的观众可以点个赞，好让大家知道有多少人找齐了这三个宝石。那么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好的，找到的观众不要忘了点个赞。那么我是小安，祝大家愚人节快乐。